Nein! Five, four, three. Some of us are my tragedy. Cause all of us are extra extra tragedy. Tell us all of them ext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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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gedy. 最后一样，擦屁股咬住嘴嘴。Baby, honey. 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慢？这单擦屁股搬去新山，我刚刚从口水回来。你竟敢说我慢！小心点！好了好了，来不及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昨夜梦中，我本和你牵手飞上天，人约看见，哎呦，又是你的爸，我的爸，为什么连做梦他们也要跟着来？人生变得如此无奈。学华人传统，背唐诗宋词，好过你老爸教你东西。You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sit pig down, I curse you keep your butt. 你老土为人，你不会做人，我怎么会遇上这种人？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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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娶了你的爸爸，也不是叫我爸爸，叽叽呱呱，稀里哗啦，左右为难，饶了我吧。有什么好吃的？都快十一点了还早。啊，就吃这些啊？嘎嘎，这些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。好了好了，那大家吃吧，不客气不客气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吃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哎呦，这个味道怎么差那么远？你是不是跑到什么帮去买的？当然是，你知道你最喜欢吃，特地跑去那边买给你的。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哎呦，克拉斯咖喱这么硬的隆冬，叫我怎么吃啊？想弄坏我的牙齿啊？有人的牙齿老牙咯。不是 Liz 的意思是说你是有钱人 o r a n g a y a 是吗？哎哎，来来来，吃吃这个炒米粉。嗯，这哎呦，味道太差了，跟20年前那个阿公煮的完全都不一样，很难吃很难吃。那个阿公几岁啊？70-80岁啦。那不就是咯，70-80岁，20年前我看啊，现在都100多岁咯，早就死翘翘了哦。你是不是想要去跟他买炒米粉呢？是啊，一来就跟他买呀、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提提你。干什么？急了，发神经啊！切，这些东西都不好吃，我要吃沙丁。我马上跟你买。你去哪里买啊？我说的是 KL 沙丁，到的不多。现在去 KL 的飞机是几点呢、啊？你看到我去哪里？看美女，看美女呀、啊！这也叫美女啊！你注意她的后面，前面都这样了，后面会好到哪里去？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注意那群人的后面。哎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美吧？是舞蹈老师来的。喂，什么事啊？买面包回家，迟一点可以吗？什么？马上，不然离婚。OK 了。哎，老梅啊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你要走吗？
哎。回眸一笑，百媚生，六宫粉黛，无颜色。先生，你看那么久，喜欢跳舞吗？喜欢，可是我不会跳。不会跳没关系啊。啊。你的心为什么那么黑？哦，这是一个杀气未来的盆栽，怎么可以放在这里？会杀到我的阿爹的。难怪他这几个月找不到工作，都是你害的。气老哥。哦，哎，门柱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大姐说这个位呢是杀气未来的，你把盆栽呀、放在这里是会杀死你自己的，难怪你那么久都找不到工作了，是你自己害自己的。我帮。这个沙发是你买的？是我买的。我就知道我的阿弟哪里有那么差的品味，买到那么难看的沙发，气拉卡不多。你这个死肥！飞呀飞呀，打死你！打蚊子？有蚊子没？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看你是想帮一些人。哎呀，大姐啊，我看你的眼睛真的是有问题啊，你要不要去看专科啊？我啊，就是看到你这一身青色，我就变成青光眼了。你不是答应这几天要听嘎嘎的话吗？他太过分了。忍一下，做完身体检查他就回马六甲了。我看到他还没有回去，我先死去呀、Baby， 决定阿拉夫了。Jimmy， 不行。喂，除非你再加多一双 Bruno Mangali 的鞋子。怎么样 ？OK。Thank you, honey。大姐啊，你不喜欢穿这件衣服啊？我马上换，而且呢，还要换一件可以配 Bruno Mangali 鞋子的衣服。我真的受不了他，不得不的急了嘎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我刚刚给人家割了一块肉。手和屁股很痛，你去啦！我的脚还很痛。你们谁要跟梅先生跳舞啊？我屁股痛，我脚也是很痛。梅先生，让我跟你跳吧。梅先生，你不需要那么紧张，请尽量放松。其实你刚学不久，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不如你去参加初学者交际舞比赛，可能还会得奖呢。得奖？我们这一次交际舞比赛的冠军是梅达涵先生和曾美女小姐。梅先生。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看来我需要给你特别的培训啊。
的任务就是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丹丹，你负责抹窗，伊蕾，你负责扫地，悠悠，马桶就交给你了。那我们做什么？你们两个负责去楼下看水，看到敌人来了马上通知我。 OK， 伯母。哎，伊丽怎么了？Elizabeth， 那你做什么？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妈的，这就是你说要做的很重要的事啊？呀、yeah, ，你们帮我打扫房子，那我就负责 look pretty， 这样你姑妈呢就会以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会做的 beauty 了。妈的，厕所已经洗干净了。全部撤退！哦，那是吧？哎呀，我都说你的身体怎么会有事呢？你那么大，哎，我是说健康。哎，你明天要回去了？哎呀，那好啊，我买了很多土产给你带回去慢慢吃的。我现在继续拿吧。哎，安妮，发生什么事？医生怀疑嘎嘎可能得了胃癌，要再详细的检查。我怕他想不开，所以呢，想叫他来住在伊丽以前的房间几天，好看着他。他会想不开吗？哎呀，他外表凶，内心很脆弱的。他看起来真的是蛮可怜的。嗯、好吧，就让他住几天吧。Thank you, baby。嘎嘎，那你先到伊丽的房间去休息一下哦。阿杜，鸡辣可不多了啊！这个房间怎么可以住人的？哎，还站在那边干什么啊？还不去打扫一下？还有啊，这张床那么小，我一翻过去就被光掉在地上了。换一张 king size 给我，我这么低级了啊！出钱又出力的，搞得自己这么累。爸，宝贝，小心啊！是，我是伊琳的姑妈。哦、oh, 哎，看得出来，你就很像那个肥啊亲家，长得很像哎。阿朵，其实啊，我跟安能一点都不一样的，我比较长得漂亮，是不是？伊琳不在呀、啊。哦、oh, ，她刚下楼买东西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坐一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感谢，谢谢。让你见笑啦！哎呦，跳得不错哟！真的吗？多几天我就要参加比赛了，我要勤加练习。哎呀，其实说到跳舞，我以前呢、啊、有参加过舞蹈比赛的。真的吗？呀，还拿过第3名。哇，这样厉害呀、啊！呀！其实啊，跳舞最重要要镇定，就可以把平时的水准发挥出来了。你说的对，可是啊，我那个舞伴跟我练习的时间太少了，我怕比赛的时候啊会出错。阿杜，鸡拉嘎不多了。哎，不过
果是 non-scalido，我现在闲着没事，我可以做你的 partner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习。Satu, dua, satu, dua, tiga, empat。我没有踩到你啊！搞不懂，我的胃痛又来了。啊！哎呀，那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我的脚啊！哎呀，我的腰啊！我的胃啊！我的胃啊！哎呀！哎呀，你那个进阶，我还跳得不错哦。不过啊，给我这么一压，就不晓得会不会受伤。没有受伤，肯定重伤。你又胃痛了？是啦，搞不懂。还有另外一部吗？不会吧？一早就叫你买二楼了，你住几楼？十四。爽了，买到那么高。吉拉嘎，不动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，爬到几楼了？你自己看喽。哎，你敢赌啊，少杰？啊，冰山呐！还好没死。我怎么搬你上去呢？急了，搞不懂。Hello。回来的，呀，那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，呀 ，Elizabeth， 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了，呀，我快不行了，我也是，不过这些都是值得的，希望他们会和好了，快去看一看。Elizabeth， 哥哥，没事，哥哥 ，Elizabeth， 那我明天就要走喽。是吗？怎么不住久一点呢？啊，你的胃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医生说啊，我吃辣太多才会胃痛。以后就要听医生的话，少吃辣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这个给你，打开来看看。哎呀，不值钱的，几十千而已。几十千。Terry McKesson， thank you， 谢谢你的眼光真好啊！哎呀，我啊不止眼光好，我厨艺也很好的。那我特地煮了一些牛鸭的菜，请你们吃。那 ，Kambing curry，fish curry，Nonya rasa， 全部都是辣的。医生不是说你不可以吃辣的？我都没有说我要吃，我是特地煮给 Elizabeth 吃的。
我要把这个戒指放进保险箱先。怎么怎么，你不喜欢吃我煮的菜啊？你一看到辣就喜欢的不得了了啊！那就好，我特地煮大辣不得斯咖喱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啊？是的，哎呀呀，好吃。那你做什么？那你做什么？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盖红砖楼下了。是会杀死你自己的，难怪你那么吵。哎呀，这要讲那么早，你是不是想要跟他一起去买炒米粉啊？哎呀，我一直绕不过来嘞。好过你老爸教你东西。You kick your mom, shut and sit back, I can't you kick your mom. 真的假的？原来是梦，哎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！新传媒电视第8播道。